我们的泰国亲戚这么样的热情有活力，还有之前看起来拢想要跟在游啊那样哦。可惜我的大台人，我得来对张宇老师耳飘飘安尼哦。好，谢谢。啊，那我们在那里代表哦，等下跟现场呗。我们的名证明代表，那你代表刚登来个现场，还没有哦，不要紧，稍等啊，登来个现场，那你不用不用哥给咱自己的邀请哦。那不待电这段时间，先有点支持你小子，我们来作为贵宾和朋友来给大家安排歌曲。那么很多特别叫你要听快歌哦，那么我也来安排一首啊，带有浓浓原住民风味的歌曲。那么这是一首早期布依歌曲加动听的一首好歌哦，那么一起来欣赏这首《第一个梦》，送给大家，共同来欣赏，谢谢，感谢大家的歌声。来这一个邀请哦。好的，那么舞台上面
么下一位歌手已经来到了现场了，那么好听的歌曲要来给他安排什么歌曲呢？哇，非常热情的一首歌曲，飞向你，飞向我。长相也非常的甜美可爱哦，那么赶快被歌手来给您欣赏，凯云歌听爱歌曲，凯云下一首要跟我们唱什么呢？谢谢安排，多多谢。哎呀，你再打哦。好，来来来，你陪了几万里。
安尼啊，真正安尼哦，看到你这身衫安尼哦，都起了我好多的回忆。哎呀，安尼穿伫你的身躯顶哦，我那心胸感觉无同款嘞。穿伫家己的身躯哦，甲穿伫你的身躯哦，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哎，心胸你袂输咧，心胸咧艺术品安尼，真正你比我厉害呢。欸，我较早是甲拆几千啊，我甲做伙穿，你全部甲做伙吼，我同牌的安尼吼，欸，真正袂歹呢，我精心制作设计，我知你做，当三穿，嗯，三穿嘛吼，短、矮、长的，拢会当安尼啊吼，啊，即摆我算做人愈来愈平淡，嗯，会拢干那一穿。真正若烫起来，得穿内裤。无见无见，你需要你穿。我今年啊，安尼你啊，真正会使对啊。伊这个查某外向，你安怎？到到拄着我，拢要甲我拔衫啦。哎，顶一次伫安好会拄着，拢叫我衫烫起来安尼啊。逐场都叫我衫烫起来，我忙啊，香甲安尼你啊咧。啊，等我后日，搁后日加穿一双。搁后我加穿一双，后我搁烫几张啊。对对对对。哎，安尼安尼 OK 啦哦，好姐妹安尼，我太开心了哦。好，我们的大雄的女朋友，一静小一静妹妹哦，看到你就知影，今仔无上班呐，你今仔放假出来无读册，老师甲你放中秋假期安尼哦，啊放中秋节啦，明仔载敢够有放假？无啊啦，明仔载爱六年，哦安尼尔，爱乖乖去读书啊啦吼。好，那么一样，我们的怡静好听的歌曲，要给小兰给咱安排哦。哦，继续要唱什么？要唱《天下盖子我独起》。好的，来一起来欣赏《天下盖子我独起》。
是，安尼就是你无咧啉啦。对对对。你无咧啉，只会当保持清醒安尼哦。啊，即卖人爱保持清醒，甲大家拍招呼。大家大家好，我是一静，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就是曾经就是来台湾滚滚一直来，互你往东西赚钱，还往南方赚钱，为大家谢谢。谢谢，感谢我的真美一静哦。咱咱所有贵宾好朋友，正名真诶祝福哦。啊，谈到伊个算袂歹啦。大家就是安尼，大家互相啦。对。哦，我头先俩注意伊是第二个，原来是你啦。哎。哦，爱生公先帮你代打一首安尼对啊。啊，后壁明明唱就再个邀请后壁海云出来安尼哦。好姐妹就是这样，大家互相哦。好，那么我们一样来欣赏我们怡静的好歌。怡静所来唱什么歌？来苏两丽。苏两丽，来这条好听哦。来，别出来报第二个。来掌中举，掌中举。小朋友哦，听到快节奏，安尼叫到比你更较卖力嘞。